牙齿，所以他没办法判断他的是不是是怎样，有舌头啦，有味蕾啦，有嘴巴怎么怎么吃啊，人会一定会是互相矛盾互相。那更何况海龟没有牙齿，他没有舌头，他没有味蕾，所以他没办法判断好不好吃，他只是说好像蛮奇怪的，可以吃就把它吃。